出炉奥斯卡影帝韦史密夫在颁奖典礼上为太太 Jada Pinkett 出头，掌掴喜剧演员 Chris Rock， 韦史密夫发文正式向 Chris Rock 道歉，而事件女主角 Jada 亦终于首度开腔。 Jada 发图简单地写，这是治疗的季节，我已准备好迎接他。似乎经历了今次风波之后，他已经收拾心情准备重新出发了。